大早安，球场时间呢，聚焦在总统蔡英文今天启程访问友邦瓜地马拉以及贝里斯。不过现在外界全部都聚焦在十天九夜的重头戏，有四天呢，他就会待在美国。那么先看到蔡英文他的行程呢，将在台湾时间30号是过境美国，抵达纽约，接受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颁赠的一个全球领袖奖，并且呢，他会在当地演讲。那么从贝里斯回程的时候呢，蔡英文他也将过境美国洛杉矶，并且是在台湾时间6号的时候，他就会出席雷根图书馆的一个演说，在下午的时候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以及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双方见面，最后呢才会在7号是离开洛杉矶返回台北。那么尽管是以这一次是过境的方式到了美国，不过这恐怕呢也会加剧美中台三方的紧张关系。那么先看到美中关系呢，华尔街日报其实就指出了两大国最近呢近期的 TikTok 事件，往后再推到俄乌问题，再到之前的大陆侦察气球事件，其实呢双方这些时间轴这些议题上面基本上都是对立的，因此呢不具名的官员就担心了蔡英文这个时间点过境访美，恐怕会给北京政府是重演去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时访台呢是大规模解放军大规模的围台军演，同样的一个机会可能会重演。尤其是拜登政府现在也担心呢，蔡英文30号在纽约接受这个颁奖的时候，对北京政府呢，其实这个时间点是格外的敏感，因为呢，该智库的研究员正是川普时期担任国务卿的庞培欧，而且他在去年3月时访台，他甚至是敦促美国要在外交上是正式的来承认台湾。这个报道中其实也提到了，美台基本上呢，这一次就是在测试北京对于两方交往的忍耐极限，但是呢，同时，当然，美国又不希望会触怒北京，因此呢，对于蔡英文这一趟过境呢，先是不断的提醒外界，蔡英文过境是符合往例，敦促北京政府不要有激烈的反应。白宫呢，也是不断的尝试要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来见面通话。没有见面，但是会通话。不过呢，3月的时候却遭到了北京的拒绝。为此，中方的官员说呢，北京政府是希望可以先透过观察蔡英文这一次的这个过境情形，再决定双方的领袖是否要通话。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北京方面也是多次的表达不满。而巧合的是，就在蔡英文他过境前夕，原本华府是有一场是名为主题是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一个简报会。不过就在这个简报会举行的前半个小时呢，负责人国务亚太驻青康达，他却在最后一刻是临时的喊停，通知呢这个会议是延期取消，而时间点巧合的就让外界觉得呢，是否是随着蔡英文过境将近，美方要选择来低调处理，不要这么的高调。那么彭博社也指出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24号和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的主任王毅两个人通话过，希望就是要降低数个月来美中的紧张关系。那么台海情势呢，现在可能因为蔡英文要过境美国再掀波澜，不过呢，马前总统访问大陆是否有机会缓和替两岸的关系来破冰？前总统马英九他为期12天的访问行程是受到了国内外密切的关注，尤其这个时间点正值蔡英文即将启程之际，那么这也是两岸分治74年来首位有访问大陆的新任总统。那么马英九他是在28号早上9点左右抵达了中山陵的博爱广场，一行人爬着392个阶梯呢是进到了这个祭堂。那么面对孙中山先生的这个石刻坐像呢，马英九他是摘下了墨镜静默肃立。先来看一段央视的报道。在我任内，两岸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9.2共识，拥有互信的各自争议共同说明，实现了3通即合。其实我们1987年就开始参与这个政府的两岸工作，那年我37岁，今年我73岁，第一次来大陆，我感觉到很不好意思。那人家讲说，你讲了半天，你是不是在骗我？不是的，我对两岸事务有非常大的诚意，也认识很多当地朋友，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值得我们做的。那么做得好，不管是三通之行或者是其他的，两岸人民都可以受惠。习先生跟我在新加坡见了面之后，也特别强调，希望两岸可以心灵契合。这跟我过去在强调，拉近这个心灵距离是
几乎是一致的。那么我希望两岸交流要合作，要建立互信，才能够避免战争的风险。用交流来取代对抗，用协商来取代冲突。我希望呢，大陆方面能够多认识啊台湾人的心理状态，大家一起啊来推动这个一战跟融合的工作。马英九这一趟出访被视为是和平之旅，那么大陆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还是给予一个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呢，马英九此行是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宣示，他在微博上是预祝马英九的这个大陆之行会成功，而且希望他是顺利的。而就在昨天傍晚五点多呢，马英九刚刚可以看到呢，和江苏省的书记辛长兴两个人在两岸议题上呢，马英九是呼吁了避战谋和，更提到了新加坡和在新加坡的时候呢，和习近平会面之后，希望两岸可以契合。接着是看到央视的报道，司仪宣读祭文，祭文歌颂了孙中山先生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并写道。两岸人民同属中华，炎黄子孙振兴民族，共创未来，心传绵延，九二共识和平基础，苍生为念，百姓谋福，共同发展，永济无疆。随后马英九与随行主要成员进入墓室凭吊孙中山先生棺椁，在祭坛耳旁，马英九题写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再见。